尊敬的老年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。2021年头等大事就是接种新冠疫苗。接种疫苗是为了赢得它，抗疫防疫保卫咱们家。人心齐，泰山移。接种新冠疫苗，利己利家利国。请我们老年朋友们积极接种新冠疫苗，不做旁观者，不当局外人。让我们齐心协力打好疫情防控预防针，筑牢群体免疫防火墙。支援游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，请科学佩戴口罩，保持1米以上距离，不聚集，不扎堆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和良好卫生习惯。二，请游客协助公园加强防疫宣传，遵守公园防疫管理工作要求，防止游客聚。